始字文字乃，总共六个字。黄的写法，黄的写法，哦，先一个短撇，好，黄，在智永的这个黄，他的王字没有写的特别长哈、哦。好，始字文字开始的始，十，好，文。字，文字的字，它的字形跟《兰亭序》上面一样，哈，有一点机测。哦，虽然它是在楷书，可是里面有很多行书的笔法，尤其是在这个地方，哦，行书的笔法展现出来了。这里不要太长，这个地方不要太长，前面这里倒是比较长哈、哦，哦，左长右短，左长右短哈、哦。好，乃字，乃字要先写这一个，这个字先写，写完这个笔画再写上面。好，这个地方不要往上勾，麻烦你用。平的勾出去就好，平的勾出去，这个地方要平的勾出去，这个地方平的勾出去 哦，我要你稍微平的，不要往上，往上是错的、哦、往上是错的、哦、所以整个智永的字它还是有一点跳跃，比较像兰亭、哦、它的字跟兰亭的这个笔法都是比较贴近的、哦哦、从这个黄字一样、哦、它是细细的，然后重，细细的重，细细的重、哦、然后这个女字旁也是一样、哦、从重走到细，细又走到粗、哦哦、非常的细走到粗、哦、好，这个整个智永的今天的六个字我就示范完了。我希望今天同学的练习能够有真的有很好、哦、上一周那个几个同学记上来其实都写得很不错、哦、写得非常好。那基本笔画的部分稍微再注意一下，就是起笔稍微逆，然后收笔的时候不要太快，记得要有提有按、哦、有回笔这样子、哦、提按收要做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示范这个九成功。好，